2013年8月6日出道是越来越火了。TFBOYS 谁最有钱？王俊凯去年17岁就以 2.48 亿身家登上90后十大富豪榜，排名第六，比27岁的鹿晗只少了一点。王源身价也达到了2亿，据说三人当中最有钱的还是易烊千玺，已达到了3亿，你信吗？王俊凯出席春晚彩排。低调的易烊千玺出现在春晚彩排。王源出席春晚彩排，其实不管他们赚多少钱，只要他们三人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感越多就好，因为赚的越多，所要帮助的人越多，这是英才做的，也相信 TFBOYS 能做。